台湾，我学习瑜伽七年左右的时间，瑜伽带给我身体的健康、心灵的快乐，还有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家人互动跟陪伴。很开心这次有机会可以来到悠妈闹跟 Praveen Master 一起上课练习，很感谢朋友嘉靖 Macy 能够在河内找到这么棒的老师，让我可以学到更正确的后弯练习，会更有帮助于我之后的瑜伽路上练习跟教学上的分享。这边的环境也很棒，老师教学很专业又认真，觉得非常的值得这一趟的瑜伽之旅，欢迎大家多多来练习。 Namaste。